东皇 FMP 卓优烈阳来了，这款皮肤很多小伙伴期待了很久。落成画面，东皇朝着太阳追去，随后直接变身，出现一条龙魂守护着他。这个建模有一说一，还是很帅的，直接让东皇变成美男子了。普攻释放红色神秘符文，秘术标出现火焰，一技能出现火焰龙头，过程中在燃烧着，这个压迫感是很强的。二技能头上出现龙魂，随后龙头砸去，爆炸声音非常响，给大家感受下。很有分量，很扎实啊！大招有明显的两束龙鳞之光，官方还表达了神龙的形象，代表在赛场上发光发热的紫阳。待机动作一般般，移动很帅，东皇直接半飞了起来，真的跟龙一样移动。回车特效，紫阳从龙魂跳出，随后出现一次大战队标志，最终和队友举起奖杯，共享荣耀。这款皮肤在7月21日零点上线，活动专属价格962点券。小伙伴们，这个特效你给几分呢？有东皇本命吗？想看看大家怎么评价。